刚刚那个小丑好可爱啊，你把他，哎呀，可爱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都有。我喜欢你坐椅子的样子。你不要不要，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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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板子下下来。哇，舒服，全员大心脏要起立了。来吧，老弟。哎呀！我在操作娃娃，搞一个骚操作。我操！我在操作娃娃，想搞一个骚操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被双打了。给自己放个音乐。我冇得救了，救唔到了，你唔好救我了。你看黄金之主二级技能一样也是可以救的，这种傻乎乎的，对吧？偏个刀什么的，偏个出手，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What is this dirty moonshine？ 我卡个血线救他。你们看我怎么救的啊？我先骗出手。我骗个屁啊！怎么有出手在我脸上啊？调时你救，调时你救，我去找他摸一下。你看他二阶技能就是这样，很无赖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，莫名其妙就一个出手拍我都没办法反应过来。你等我再救，等我再救，你先别急，先别急，让我先摇一下，对你走位走位，对，让我先摇一下，不急啊，他等我就要把我放下来了，对，哎，然后你再救，哎，对，很舒服，这就拖延时间，知道吗？走，你也走，对，你回错一个，这样你还能救我，他挂我肯定又不能挂我了。我现在模式是什么想法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模式有毒啊，他不修机，这密码机不够了呀。这什么魔术师呀？真的是有条件的情况下需要魔术师来救人吗？哇，厄运！哇，厄运！真的需要魔术师。哎，我觉得咱们这一波对话可以上开心庄园
靠，怎么都跑出来了？你耳朵给你揪下来。看视频上大神。